是不是今天啊？啊，老公哎！你问啊，欠错啊！阿爸，阿爸，你礼拜家己去看嘛，就知道是咪叫做听。免啦，我伫我讲听讲啊，头一摆调变啊，我唔知偌正啦嘞，爱坐本袂使坐，你猜我看一个无？哎，笑啊！爱看会使，排队哦，我即阵是咩咧呀？哈哈哈！哈哈哈！哎，歹势啊，明日我出去了啊，你慢慢等。 哎，你欠黑啦！我要回去我总统套房。你莫困嘞，困啦困啦困啦！哎，阿坤嘞，讲话嘞！哎呀！哎，出去了，不使。哎，恁三个有啥物需要我帮忙的无？哎，简单，加买啊，互我号码，6116，10大10岁。我怎么买你家己号码？你会晓啥物？ 阿花，妈，你调变尻川开花，记红，会不能包诶。喂，你想法是童子鸡啊？<笑>阿花，你咧？我上爱你放袂着我啦。是咩？讲来听啦。我上爱食臭粿条咧。阿花，你才能变甲煞过了，是无？你尻川买着三边开花了，阁要食叉粿条？你笑啊？简单，若是你会用。 方便去看老母的菜无？会使。莫甲伊讲，我伫店念经。只是伊伫厝，我老母暑假食香蕉。贵啊，现时恁老师啊食香蕉，伊若暑假食包啊，何时你就食啦咯？ 大家父母本事上，暑假才嘛袂讲的啦。简单，出去了，好好做人，莫搁入来啊，哈。刘伯伯，我刘伯伯，我请假，再无干扰。 简单，加买啊，互我号码6116，10大10岁。安迪啊，安迪。 我买一张尔，你会使先花买无？我惊买袂赴咧。你讲啥物？我家己嘛惊买无，牛你想买，你讲啥物话？一刀下，少来了，把你下。头个有。安迪啊，耐心买一张就对了，买安尼做本无用，你加了镭个，你了人的时间，阻挡人的财路。 点去啦？破戒嘴，有嘴讲别人无嘴讲家己，后摆较早来啦。哼！真的是离婚家开拄着这个衰鬼啊，害我买袂赴。暗暝若开出来，就衰到拍青。无安尼兴的啦。无安尼兴，暗暝你的字若开出来，你会哭到无目屎啊！错的，乱乱讲。 这就接啦，卖人生手掌。这对卖表。对咩？对了。对只对。我卖6116，一开6116嘞，头标啊！啊，真衰呀！你最不怕？阿公。 吃辣了。 我到，好势哦，好势，安怎无势？哇，你看到我刚刚看到鬼的哦。无啦，想袂到，你安尼镜头放出来。啊，你是希望我永远袂出来就对啦啊！莫乱讲啦，行啦，咱去啉一杯。等你。讲啥物？我钓的买表镭。啥物买表？
你不是说我爹那边什么都不知道？我叫你买买表开头表，我的钱呢？还是不到，你得我去看完了，会不会立？别跟我开玩笑嘞，我最近欠明钱嘞，我的钱呢？今年会不会立？我不累啊。要紧，生活税我打落塞，我你一半，还我五万好。不到，我今年不是讲笑的，今年不累。我的钱你不敢接。所以早早就买隐形买买表。你赶在开始来到做什么？来看我朋友的老母。你的朋友的老母安怎叫你来看呀？你搁伫内边病吗？叫我来看伊咯。看袂出你搁有淡薄良心吗？拄着一个小查某，打败无好空头，真是衰。哎呦，笑了，未去去找阿贵老母。嘿，总怪了，阁是你。衰啊，下晡阮拄着鬼啊。莫跟我讲，你找所在徛，找到来这道啊！银卡了啦，卡什么鬼啊？唔着无地出。想甲你讲的。头先我看到伊的厝边，伊讲伊顶几日拖行李出国了。出国？衫裤阮无搭。风是文无归，啊，阿伯叔，伫内面啦。啊，我头先话甲真大声，伊本无应。阿姆，是毋是伫内面出什么代志了啊？阿姆啊，你有伫厝无？阿姆，阿姆，你有伫厝无？阿姆开门。别生你困啦，还回来！哎呀，别吵啦！回啦！阿妮，你伫外口，别入来，还回来！阿姆啊，阿姆，阿姆，阿姆啊！阿姆是你的什么人？你怎你会来找伊？伊是我朋友的老母，我的朋友搁伫内面病，伊叫我出来了去看伊。唉，即阵发生这款的代志，我唔知要安怎甲伊交代。安怎？唔捌看过一个家路的人啊？是啦，无想到你是安尼讲义气的人。你想唔到的代志，阁真多啊！阿姆是我新接的 case， 本来今日是头一摆去看伊的，想袂到。伊真个真可怜嘞，一个亲人本无，即阵行了本是家己一苦。无办法啦，人本来就是孤独的，就算身边有较侪人陪你，死的时阵嘛是爱一个人行。都怪我不好，那是我较早去看伊，可能伊就袂。有的代志是注定的，袂得怨别人。哎呀，我着可怜咯，今暝本来有爽爽的眠床睏，
拄着你啊！唉，我该睏蛇皮咯。后生仔，你有脚有手，不要去找头路啊！有镭就免睏蛇皮了吗？喂，讲真过啊！像你这款食好徛好的大小姐，你妈哪会知阮人这款人的痛苦？大小姐，你的头啊！我做工的时间比真侪人阁爱长，我的镭是拢算家己赚回来吼。我相信，若是你认认真真去找头路，包有人请你的吗？你有坐过家咩？你莫甲我拿坐家路来做借口，人莫请你是无？啊，你就用家己的功夫去赚镭啦。总之就是莫惊回头路。功夫？我有啥物功夫？啊，我上厉害的就是偷鸡摸狗、小怕拼下嘴。啊，你毋是会晓开锁咯？开锁这支功夫啊，会使拿来偷物件，不会使拿来帮人解决难题，是看你安怎用的吗？哎呀，我唔是你的 case 啊，你免退我还路。喂，等下，我人第时去找阿呆啊，这个代志上好较紧解决。有这个必要无？什么面啊？那是你是真的清白的，就应该当面讲清楚。就算我是清白的，阁要安怎？真的爱你拜托讲 sorry 咩？你安怎想我无所谓，非得伫你的目内，我就是三心囝 ，OK？ Bye。有时阵就算无代志做，不卖阿妹去看天，因为伊会互你怀疑家己的人生。你会去想着家己，那在这世界上是毋是有意义的？简单家己家己真失败，朋友交代的代志，无一条做甲水水，所以伊就决定咧做淡薄代志。卖好伊家己，家己无路用。阿姆啊，你的囝阿贵叫我来看你，可惜我来晚了。其实，你的囝即阵人伫张英家楼，伊叫我莫讲，但是即阵已经无所谓了。要我甲你讲，对唔住，你有闲会使去看伊，伊真哩真孝念你啊。阿姆啊，一路好行。哎，你咧拜相？我朋友老母骑这道，伊伫待了半岛，已经行了。什么时阵的代志啊？昨暝就行了咯，但是今日下晡才发现。啊？这阿姆骑这道真久了，想袂到安尼款就行了。所以啊，家己一个人徛伫个街口街的朋友，有一个照应，啊，无发生什么代志，不无人知。早行早解脱啦，安怎？你腿安怎？好人怕啊？我问你啊，你是不是玩弄阿呆的感情？你还相信我？我虽然不是什么好人。但是这款职业的代志，我真的是做不落啊！我知影，我相信你啦。是咩？头先你唔是安尼款讲咧？头先我抱起，你答应了朋友的代志，讲到做到，你就是一个有诚信的人。我相信你袂安尼职业去骗一个处处的查某。唉，
可惜哦，唔是大家人像你安尼款想啊。啊，你暗暝困倒咯？免担心我啦。无你暂时来我的厝困咯。哇，你想清楚了。除非你搁咧气我啦。当然唔是啦。啊，你搁等啥物？行啦，我的厝伫楼卡。行。等者啦，这倒无人看，等者着火烧着食辣了。哇，你搁真好心吼。哎，老吉，感谢，感谢，感谢 ，Thanks bro， Thank you， 拜拜。我这里是感谢袂大汉的，叫我来推夜班，那不我这世人无可能还你大公的车。妈，你讲有机会的。啊，你快叫我，你来到做工，到底嘛有通花？你来请我，我真的袂大汉，你搁袂大汉了。做工爱食蛇，逐摆无抵抗得，富贵哪摆啊？伊也人骑车偷换出去啊。哎呀，放心啦，袂当换车的技术啦，是好到无话讲啦。你袂错歹人客的车的，好彩是无弄歹啊，弄歹伊嘛赔袂起啊。小简单，反无，我等妈你去啊，就用你代替伊。你的车我真 happy， 但是你要我抢我 brother 的饭碗，还是要做袂落。你无抢伊的饭碗，是伊家己拍破的，你免烦恼你做啦。袂使啦，你看无好。你无工做，我好你讲，你搁卖啊？免，感谢啊。好啦好啦。来，今日也讲你，好 ，thank you， 感谢你。